我和这小儿子真能吃在一起啊，我们俩都喜欢吃大葱的，他也爱吃这个生的。超市买的炸的东西，炖的关东煮，鸡，黑蛋香吃这个吗？要吗？不要啊。啊，不要，不想吃。过来看，黑娘想做一箱牙刷饼呢，呢，黑娘弄门道没米袋呢，他妈想个西瓜头阿鲁卡拉呢，一套个西裤袋，那错个一毛头弄门道米袋呢，一箱牙刷饼托个呢，阿不那一套可以，那个阿不那一口头啥子那一套个，呢，一毛头弄门道米袋呢，那错，我看哒，啊，我那个喜欢死呢，那错。阿兄弟，今儿我个西瓜头给你。我头上洗过头衣服呢。快台北路，拿走。台北路，哪马路？台北路。台北路弄，哎呀，好嘞，你来，去过可能，去过可能米少，可能米少，这个对不对？嘿嘿嘿，来，这个钱呢？他们讲可能是给了，台北对不对？我但是意思嘛，可能是给了，嘿嘿嘿嘿，是给了，我一记的笑，我一记呢。他也喜欢吃大葱蘸面酱哈，嗯，还有人，我到底哪几个亿呢？哎呦，嗯，大哥哥也愿意吃大葱蘸面酱哈，嗯，可他湖南人，嗯，嗯，嗯，你要吗？嗯，好，还要吃十个亿哦。我和这小儿子真能吃在一起啊，我们俩都喜欢吃大葱的，他也爱吃这个生的啊。还有我一起有那个嫂，我还是没吃鸡。你们家妈的吃鸡在哪里的小？哪妈弄我他妈那鸡头啊，那鸡头啊，吃康的，嗯？怎么鸡？嗯，那红色的。嗯。嗯你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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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今日で最後、夜間の。ボソンは疲れた。夜間出たくない。今日は、ゆっくり食べて遊んでね。うん。なくね。よく食べるよ。うん。これ全部食べてよかったぞ。もう食べんじゃけん。うん。バイジュさん、バ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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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はい、今日つけてね。我们三个人在家吃饭啊，嗯，嗨，还不得要是看那么呢，嗯，爸爸，嗯，不是上班上，上班，知道，嗯，上班的，嗯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爸爸吃，哎呦，我这么多辣椒，哎呀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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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蛋黄酱，蛋黄酱，对，蛋黄酱。豆豆，嗯，哥哥也吃吧。豆豆，嗯，哥哥，嗯，哦，你脏，嗯，妈妈，谁呢？这是人家小儿子自己做的大米饭哈。嗯，做大米饭，来吧。嗯，哥哥做的大米饭。嗯，大米饭。豆豆。嗯，这是哥哥做的大米饭哈。你也知道来我们家，还知道把大米饭都盛在饭盒里边拿来哈，怕坏了那。哎呦，你可有那得高喊我得给你。你也要大米饭啊？啊，你也吃。好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啊！好好不要，你快吃吧。哎哎，海带呀，好。海带。海带。哎呦，好，那吃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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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哥哈哈哈哈哈哈哥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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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个不喝，我们今天留着，好像要拿着那个阿姨家去喝，好不好？先放起来哈，现在不能喝。阿弟，这家伙昨天晚上又有点发烧，38.7度哈。哎呀，又不知道又怎么，可能又是嗓子不舒服。前两天就有点咳嗽，幼儿园老师就说嘛，他偶尔会咳嗽两声。昨天去接他的时候，阿弟，老师还说了，他有点咳嗽，你看一点，我还得寻思忍一忍吧，你总不能说稍微一咳嗽就赶快上医院啊。对，你告诉这是阿姨们、姥姥们，你说我的昨天晚上有点发烧，是不是啊？妈妈给贴了个这个东西，退烧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。这不今天周六嘛，周六又是这个挂历上，啊，又是挂历上这个红日子，所以也不能去医院。明天也是周天，人家也休息，所以这两天你就是有病也不能看，忍着吧，呵呵，等着那个什么，星期一再去看一看吧。且上一段时间呢，他也是好像有点流鼻涕啥东西，拿了点药，昨天晚上又给他吃了点，可能是那个跟那个吃那个药有关系吧。反正吃完了之后不烧了吗？阿弟，少喝一点哈，行不行？打开之后少喝一点哈，行不行？嗨哇，嗯，好。去坐凳子，上凳子去坐好了，叫妈妈给你打开。嗯，好，坐好等着啊。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，要说谢谢啊。啊，好，这才是好孩子。怎么样，奥一心？奥一心。